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PLC 控制步进电机。首先我打开启动按钮，步进电机根据我设定的频率在旋转，步进控制器 30FX1N PLC，电机控制是正转几圈，停顿几秒，反转一圈，再正转五圈。它的梯形图，停止按钮。